各位网友，你们好，周末又到了，谢谢你收看《芝加哥看天下》。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跟在康州的媒体资深媒体人孟璇，我们俩谈一谈上个周发生的一些新闻，重大新闻呀。我们呢，重点呢，主要是放在这个西方发生的一些新闻，这些新闻呢，可能对我们华人比较有关系的，或者是比较关注的一些新闻。老孟你好。哎，你好，你好，文广啊。哎，我们今天在谈这个就是西方发生的新闻之前呢，我想我们先谈一下，就是关注到或者影响到在美国华人的一则新闻，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上个星期啊，在美国的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国会开始讨论一个叫 Farm Bill，就是这个农业这个法案，对，这这个个。法案的是每年都会的，在预算案里头都是一个很大宗，它牵涉好几千亿的这个钱，但是这对，个是每年都要通过的啊。对，这个农业法案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是怎么样的？就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呢，一般是比较对这个农民呢，就是这个有很大的这个补助，为了那个粮食的生产呀，因为这些很多需要政府的赞助啊。一般来说呢，那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区别在哪里呢？共和党呢比较支持赞成对农民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补助，而民主党呢传统上来说呢比较支持一些对城市中间这种贫困人口的这种补助。不管怎么样的一种补助呢，都是有利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生产主和这个在城市的支持。虽然说支持这个福利法呢，实际上也是这个大的公司的一种变相的一种补助。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所以在这对，次的这个农业这个法案中间呢，我们就不谈它怎么样的对农产品的补助，这已经是老的课题了。我们主要要谈一谈，就其中有一条呢，就是这个粮食券的问题，这个影响到很多，就我们在这边很多华人呢都领这个粮食券，特别是是。早年这个华人呢，有的每个月有这个粮食券。我们以前呢就谈过，这个每年这个一谈到粮食券福利改革的时候，就提到这一点。然后呢，我们就说的是每年呢，这个遇到的阻力很大，不仅是这种一些非盈利组织支持穷人的这个帮助穷人的这些组织的一些反对，而且呢，大的食品公司也反对。为什么呢？因为每年的这个大的这个食品公司呢，它的大部分的这个不能说大部分，可能40%到60%的这个利润呢，都是来自于这个粮食券，就鼓励穷人去消费，这样的他们可以多生产，可以多盈利。所以呢，这个粮食券每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课题。在前一阵呢，就大家宣传的比较沸沸扬扬，就说的是川普说的是粮食券，你记得我们谈过，就是这个粮食券以后不要给钱了，而就给成什么样呢？给成这个食品、食物食物，然后呢啊，什么什么意大利面条呀，或者是 cheese 呀、牛奶呀，直接寄到这个人的家里面。这样的话，你必须保证这个钱呢必须要花在这个食品上面。但是呢，看来一下子也讲过，它有很多的挑战啊。你想想看，这个每年把这个美国生产的食物送到家里，这个要多少人去运输、去装送？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看来这次在这个粮食券的这个农业法案的这个讨论中间呢，没有提到如何的这个粮食券是以什么形式给，而现在呢又有个新的一个矛头出来，就是川普总统说呢是他，如果要这个粮食券中间没有具体的这个规定的话，他会否决这个法案。什么规定呢？就是凡是59岁以下领粮食券的人必须要保证这些人那个工作20个小时，或者对接这，受工作培训。你讲了吗？对这个美国的这个福利改革就是在所谓的 entitlement 的，这个 entitlement 就是说，符合一定条件的就可以领一定的这个福利的这个补助啊。那这一点的话呢，从1995年，克林顿总统的时候就是。要求就是你领国家的这种等于是低收入补助吧，你对。必须要工作啊，这个所谓20个小时，是这个。我想的话呢，这个共和党是当然是一直支持这个，民主党其实也支持了啊，否则的话呢，不会有这个在克林顿，1995年的改对。变啊。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川普提出这个要求，可能就是针对这个粮食券的收受者而来的，就是说你59岁，你应该还是可以工作的，那么你就应该要去有工作来赚到这个政府的这个补助，这样子。对，我对这个方面，我们还是以前的这个看法啊，就有几点啊。第一点呢，就是看来对这次的影响呢，对一些老年人，我大部分可能华人在这边都是退休以后的老年人吧，享受这个粮食券，所以从目前来说呢，这些人呢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呢，他的一些这个条件可能会严格一些，会查一下你的收入会更严格，然后有的人比如说一个月享受100块的，可能会给你减到80块、70块，但是呢，就一般大的来说呢是影响不大。但是呢，对于那些年轻的这种新移民到这边来，你没有找到工作，如果现在领受这个粮食券的话，就会有附加条件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看来要工作，或者是要接受这种培训，职业培训，每个礼拜要接受20个小时的职业培训，这些人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个，对于那些我们没有领福利券的，很多人有点愤愤不平啊，心里不平衡，就觉得我们比如我们每次到店里面去买一个东西，一看这个牛排这么贵，算了，就不买了，省着吃。但看到人家一个拿粮食券的人，叭叭叭拿着2-3个，因为要花掉这个钱，对吧？这个心理不平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就任何一个国家呢，都是这是虽然是穷人去吃了这个饭，但是从变相的补助了一些大工商业阶层、大的食品公司，这样的大的食品公司呢，也帮助一个国家的经济。另外一个，同时呢，也是一个怎么样的，就是，帮助就业呀、啊，什么东西？你就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就心里稍微就好受一点吧。对，这个所谓的这种福利补助啊，这个整个的这个不可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弊病的啊，对，中间的漏洞是很必定是很大的，它是几百亿的，上千几千亿，事实上整个所谓的 farm bill 啊，这个是每年是上几千亿的这个大的这个政府是很大的一笔钱啊，那所以的话呢，里面必然是不能避免的，会有一些相当一些的这个弊端。那这个东西呢，在哪一个国家里都难这个把它这个原意啊，就立法的原意保障。所以的话呢，这一点我想，就是说，就是我们还是原则上是希望这个领粮食券的是真正的把这个粮食券的这个钱呢、啊，是真正的拿给这个是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拿来浪费啊。这个当然是啊，这个是。对，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些给的这些粮食鼓励消费以后，也是对促进一个国家的一个食品业的一个发展吧。就这个方面来讲，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点。然后呢，这个川普这个在这个问题上面很高调，但是有一点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是那个农业法是刚刚开始，马上就会可能对一些医疗法的医疗保健呀，这个福利一定会改的。这个东西对，今天就是礼拜五啊，川普宣布了一个就是要改革这个药物的这个法案，这个法案更重要，因为美国的药物的这个价钱呢实在太高了，跟这个尤其跟其他的国家相比的情况下，这是因为美国这个药商的这个游说力量是很强的。那这一个法案它是一个相当综合性的对药价管制的一个法案。那这一点的话呢，因为我们知道，共和党一般来讲是不主张用行政力量、用政府的力量来管制这个价格的，就是可是它的自由市场的竞争的状况呢，在这个药物这一部分呢，显然是市场是扭曲的，所以的话呢，川普这个
宣布他有这个药物管制的这个方案呢，是很值得注意的。对，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细节的部分。对，但是有的人已经说的比较失望的，就是他在竞选的时候就说允许这个老年的这个医疗计划直接跟这个药厂进行谈判，因为老年大部分的老年人有这么大的数量的人去买药，这样的话可以压低价格。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现在说的是叫药厂自己之间通过竞争来解决这个药价物，所以就看怎么样的细节我们还没有看到。对，细节说正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白卡，就是所谓的这个医疗免费医疗的这个穷人的免费医疗这个问题呢，肯定也会要就是在经费要节俭，要削减，对，要削减这个这一部分，就是 Medicaid 部分。 Medicaid 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共和党是主张都弄到各州去来解决，来各州自己弄啊。但是各州呢，现在这个由于这个预算都很紧啊，这样那送到各州来了以后呢，过去是你州花多少钱，联邦政府给你那个报销多少。现在这个给你一个月，比如一个人给你一个月5000块钱，你这个想花完了以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去，就没有钱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限制你的一些福利，就是这个医疗的这种福利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是等不断的这个法案不断的出来后，我们仔细的分析，因为这些对于美国的华人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可能是我们一些。观众或者听众来说，是比较关注的。我们下次仔细再分析。然后我们这个国内的情况完了后，你看到这个川普啊，这个在这个在这些问题上改革啊，问题上这个很卖力，但是他最近呢也是在国内是这个关于这个俄罗斯这个通俄门的这个事件，还有他的这个律师的一个个的这个法律纠纷、法律问题呢，是他搞得焦头烂额。这种情况下呢，他搞了很多，就像许多总统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啊，就通过外交来，扰乱转移视线，转移视线。然后呢，这当然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他的北韩的这个这个事件。目前来说，跟这个小金胖子，小金。跟小金胖子这个目前搞得很火热的话，是国内的美国国内这个左派啊极为眼红，又非常的很没无所奈何。因为这个当然你看我们上个星期发生的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朝鲜放了这个三个人质，当时他抓着三个人质的时候也是为了以后释放了，对吧？对，作为一个砝码。这终于到了，把这三个释放了以后，呢，虽然这些人回来以后早晨3点钟，你们东部时间是早晨3点钟，对对对对，睡觉了，但川普总统还是那个亲自到机场，跟着他的夫人一起去的，一起去机场。哎呀，真是，老婆，你有张照片吗？看这三个人举起手，这个明显的看出这是为自己在捞政治资本了。当时也不能埋怨川普总统，任何其他的总统也是。在这个人质方面，一旦释放，也是趁机给自己捞。我觉得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川普做的是完全过分了，因为啊，第一，这个三个人呢、就是是一个最可以说在北韩上来讲啊、北韩上是一个最不值得，就北韩那么一个不重视人命，他上次曾经把一个美国大学生搞死了，对不对？这快死之前才把他放掉。那这个放的话呢，捉放之间完全是他的一个政治，这个是等于政治买卖一样啊、他就是知道他为了这个要讨好这个川普特别的需要，就是凡是有关北韩的这个谈判呢、他都要把它变成一个这个空前的，好像他这个力量多么了不起啊，什么什么。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这个金正恩呢放水给他做的一个最廉价的，对金来讲，这是一个最廉价的、最付代价最少的这个政治秀啊。而那川普呢，心欢天喜地的，还到半夜去接见那、这个事情的话呢，这是显然是已经做过头了。第一，你对这个三个人呢、这个三个人，美国在这个人质的放。这个历史啊，有很多的，这三个人根本不是很重要的人，老实讲，也不是特别
这个但是你不能说他不重要就不去谈判啊。对于美国民主国家来说，每一个人的都是同样的重要的。可是你把这个人质啊当着这个。这个把人质的重要性这样子的突出的话，你等于是就等于是完全被这个金正恩给耍了，你知道吧？因为金正恩是拿这个东西来吊你，让你觉得你可以在美国好像可以在美国自己吹嘘自己的能力一样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对整个的这个谈判呢，就是说。川普这个人啊，他是他的最大的长处啊，就是有办法想办法能够捉到这个media， 就是这个媒体的聚焦的这种聚焦在他身上。他是一个自恋狂，可是事实上这件事情在国际政治上也好，在美国的研究人质的历史上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你把他这样子 play 大。人家就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这个心里有极大的需要，你要把这个北韩呢、啊，这件事情就跟那北韩高峰会啊，要把它炒热，要把它炒成国际事件的最中心，因为你可以作秀。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外交的目的就只是要作秀的，这个要求，这个心理的需求或者国际是大过于实质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我不同意你这点观点、啊、我觉得那个你不能不否认，就川普前一阵跟金胖子三个人对骂，而且这个强硬的手段的确是强迫了这个给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施加压力以后，的确给朝鲜半岛这个带来了一线生机。但我同意你的一种观点，就是对人质这方面问题的话，过分的这个去强调它的话，最后呢只会导致一些专制国家以后去更多的去抓这些人质来作为政治砝码，就会怂恿这些人。我同意这点，但是呢我觉得你不能把川普的这个他的这个政治攻击全部一笔抹掉。我没有说一笔抹消，我是说呢他的目的啊，要把这个六月，他现在定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这个，他为了要把这个事情啊，要尽量的把它等于变成最大的国际焦点啊。这个当然是我承认，这个如果能够把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北韩的这个核武给他真正的整个的搞掉的话，那是一个了不起成就啊！这个确实拿诺贝尔和平奖都不为过啊！你说起这一点，现在你说起这一点，上个星期最热门的一句川普总统的一句那个引语就是，大家都说我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是很想得到的啊。不过呢，他的这个毕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啊。现在的话呢，因为他在同一个礼拜之内啊，他的这个跟这个伊朗的核危机，我们先谈伊朗之前，先把北韩谈完好吧？不是，我们这样，这个伊朗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啊。就是说呢，这个中东的问题本来按照这个来讲，美国呢是希望尽量的最好早一点撤出来，因为中东是一个泥潭子了，是吹不出来的啊。结果呢，这个川普当然是很明显的，他在竞选的时候就说这个要让这个要就是美国不就推身抽身了，就不就等于那原来签的那个那个伊朗的跟那个其他的这个国家，中国啦，法国啊，这个德国啊，俄国、啊、这个条约啊，就是他就宣布就撤出来了啊，核协定的这个撤出来，这个里头确实有正有负啊。不过呢，美国这一个行动呢是一个很大的行动，这个行动呢，你现在跟这个北韩的这个核危机的事情卡在一起啊，当然这个里头究竟后果怎么样，我们现在是难说的啊，谁也不敢说这个川普这个动作啊是完全没道理，有他的道理，但是的话呢，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他是一个 high risk。这几乎所有人都承认，高风险高收益的这样子的一个，如果
这个北这个伊朗这个事情弄通了，那等于是美国把从40年以前这个伊朗的革命以后，就所谓的那个科梅尼的革命以后，这个伊朗对美国的在中东形成的威胁等于一举打掉。而那个如果跟北韩的这个金正恩的这个谈出一个这个头绪来，确实能够把北韩的这个核武威胁给他取消掉的话，那真是旷世奇功啊！我必须承认这样讲。可是呢，在这两点的话呢，到目前为止有很多很多的危机，而所以在这种有很多的危险性，那恐怕连川普自己本人也不敢讲说他一定都成功。可是在同时他又跟中国啊发生极高的这种经济的冲突，对不对？就是贸易战的这个东西。那么现在的话呢，他等于是要把这个中国在这个贸易战上头等于打一个，不只是贸易战，而是打一个经济未来的战争，就是要把中国的科技这个高最高堡垒，等于是啊，这个就是战略高地啊，要把它给推出来。所以的话呢，在短短的一两个礼拜之内，川普等于是在几个对美国来讲是国家利益的最这个严重的问题上出的是全盘出击的重手。没有人说他出的这个重手是没有可不完全是莽撞，不是这样的。可是呢，同时这样出击呢，显示出他这个人呢，在这个最关键国际这美国的未来前途的问题上头，他是一个相当相当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出手很重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是不顾一切，有点点不顾一切。那这个的话呢，讨论呢，都不是非常。你比如说像伊朗的这个事情呢，他的国防部长就不赞成的啊。那么在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不是专家，我们不敢说他就是都是这个一定会出错。可是他这样子的行动啊，给我们看起来他的在这短短的这一阵子，他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力，他这个三个的这个方面呢，都是他当初在竞选的时候所坚持的。但是我想听这下，你刚才一下扯了三个，从北韩扯到伊朗核协定，还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这个冲突，这三个大的问题上，但你必须要承认一点，就川普的这种很多总统呢，他们往往是在特别在民主党的总统，往往在这个国际谈判中间呢，就是考虑的问题太多的话，有时候就会那个往往被就是做事情比较犹豫，在这种状况。可是你这个莽撞啊，造成的后果，现在不敢讲。这个大家都是拼息以待啊，因为是被他对，但是你听我讲，被他震惊了啊。对，但是你听我讲，你必须也要看到另外一面，就他莽撞的也有他莽撞的好的一面，就他的重压和这种重拳呢，反而使这些比如说中国呀，还有北韩呀，这国家至少看到这川普原来的本意，他们也许对这个事情呢，反而会比如果一个比较更软弱一点的总统，他会做出的让步会更多。我怀疑在中国在这个贸易问题上一定会做出让步的，重大让步。在北韩问题上，但是我们必须还稍微要乐观一点呢，就也许的川普的这种莽撞呢，最后导致了这种至少这个改变一种改变了这个那个朝鲜半岛这个局势。但是至于现在金胖子到底有多么诚恳，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他现在需要买时间，对吧？两边现在金胖子也需要这个一个东西给他增加国内的压力，是这个川普呢也需要一个这样的高峰会川金会来给他在国内减轻一些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看我们就等拭代以目了，就看到底这个能不能发生。我并不是说这个川普这样子的形势，这个就大家都承认他这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啊，美国第一的啊，而且是不顾及盟友的，不顾及比如说像伊核的这个事情上，他是坚决的，是等于是以不管这个
欧洲的最法国跟德国跟英国啊，不管你支不支持我，我就这么干了。他这个他这样做的话呢，当然显示出美国在国际的这个老大的地位，也可能就成功了。这点我并不说他都是这个莽撞就一定不对，没有这回事啊。是也有可能他成功的，而这个成功的话也确实是会开创很多这个新的纪元。你比如说对中国的这个贸易上面的这个或者是在科技工业产业上的这种一击把中国击倒了这样子的，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个未来啊，就是说不中国的威胁就大大的减少，这一点都有可能，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就是我们选出这么一个，就是说完全是没有政治经，就是没有政治经历的啊，履历的这样一个人，反而可以说冲破了原来一般几十年以来这个大家这个惯有的这个形式啊。可是的话呢，我们要在这个同时也要指出，这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在每一个问题上头都是高风险。如果说你在同时在三方面都承认高风险的这样的动作，而你必须要想到对方，你的对手没有一个是善与之辈，对不对？而且他们都不会是静静的坐在那里等你一个拳头把你打过来，把你打得死去活来啊，不会还手。而且他们是有联合可能的啊，互相帮助联合可能。不要说习胖子跟这个金胖子两个人，这个四十天之内几度的这个联合。尊重一点好吧，尊重一下我们的那个，然后金胖子然后习胖子 ,anyway。习包子嘛，习包子跟金胖子、对不对？对、啊、对，不管怎么讲，他们两个人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连续两次的高峰会议啊，那么对这个是打破常规的啊，对不对？这大家谁想到说这个我们那个小金还在对骂的时候啊，对对，六年不来往，结果一下子来不到三十天连续两次的，他可见的他们也紧张，对不对？可见的他们对付你不得不承认，这个金正恩也是很有手腕的。那当然，那当然。所以的那个什么，多少年来他一直想要北韩，多少年要直接跟美国交谈，美国从来不答应，不踩他这一套的。啊、这次终于也达到了一定。那当然也，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那个核子的那个对那个能力啊，已经发展到这个，所以是实就是形这个有形客观形式的使他敢走出这么一步。可是他能走出这么一步，让大家确实本来两个月前每一个人都说他是一个世界上最恶心、最讨厌的人，或是最可恶的人。现在的话呢，这个川普口中的这个金正恩简直像是一个天使一样了，那个也是，这是很奇怪的啊，说他是非常的有善意啊，什么什么之类。哎，不过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国际政治本身是非常没有可以完全预测的。但是像中国人讲的不打不成交嘛，哎，不，你也不见得就成交了啊，但是打也可能真的就打起来。但是以金胖子这种他们的一贯的这种不守规矩，暗地里这个使绊子啊什么之类的啊，不这个，那你也很难讲。而且呢，给美国的话呢，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说法，就是说我呢是一个不按照规矩来的，我签的条约我不认账，随时可以不认账。这也是川普现在这个在这个伊核条约里面所显示出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啊，对。这次就是一个大流氓遇到个小流氓，或小流氓两个流氓遇到，我们就看到底最后看谁能。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头不是说这个川普都是这个莽撞是错的，毕竟有在国际上你这样子的这种不可预测性，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 plus。可是的话呢，这个里头有很大的危险性，而且你是我现在因为我们不愿意在这个这两个会有谈的够多了，对对对，
我们现在就等着看，我们再谈谈，就是他的这一招，你不管说的是高风险，对来说，在国内来说，至少目前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对他这个转移视线，这的确是起到一定作用。对，而且他的名望转好，名望提高。对，而且他对他这个上个星期一直到了又到了什么印第安纳州，他的这个这个支持者那边又去进行对大规模的这种示威呀，继续讲演呀，可见他的支持现在名望还是有高。但是他对他的名望有高，尤其是上个礼拜二的这个几个州的这个初选呢、啊。他支持的人都上去了，他反对的人都下去了，这一点也还是很重要的。这一点重要的，但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就同时呢，就是看来他的这个他的律师，这个白宫这个最后这个，就一旦被查了以后，这个事情接连不断。对，上个星期穿一个就是那个他的那个三级影星的那个律师，突然间出来说他说川普总统律师呢曾经。在这个竞选之后是吧？就是川普赢了之后，曾经接受了好几大公司的这个钱，你给讲一下吧。刚才对他呢，自己成立了一个等于是公司了啊，这个有限公司。川普的总统的律师，啊、对这个科恩啊，这个科恩这个人，这个人呢是等于是叫 fixer， 在英文里头啊，就是专门就是。给人擦屁股的，就是说那种名人呐、啊，或者是巨富啊什么的，在外面做了些很，就是甚至就是说难听一点，就是像黑手党里面的，专门给黑手党的那些头目们呢、啊，去摆平一些法律纠纷的这种人啊。结果呢，他川普总统一上来以后，他就到外头，他专门成立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当然也是给了那个。Stormy Daniel 13万块钱，这个钱当然看起来不多啊。三级影星，可是呢，更重要的是他呢，显然拿他跟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私人律师的关系到外面去兜生意啊。而呢，大家在华盛顿里混久了，都知道这个川普跟他的这个私人律师的这个关系是真的，不是假的，有10年以上的。代理的这个关系，所以大家也相信说他等于是如果投这个交钱给这个人啊，就是把钱跟这个签约的话呢，给大笔钱呢、啊，他可以买到这个私人的关系，就是接触总统的这个关系。那么看到那个什么，这个 AT&T 是啊，都是还有一个大的那个瑞士的药的公司，医药公司 Novartis， 这是我过去的一个老板，我过去工作的公司，还有一个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寡头，都曾经给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律师大笔的钱，几50万、60万的钱，50、60万的这个钱呐、啊，什么之类，他们这个很没有什么旁的这个法律的问题要他们解决。就是说，我是想要知道你，透过你，我可以有比较，可以一个后门了，等于开一个后门，能够知道川普怎么想啊，或者川普能够在耳边呢、啊，能够有机会去讲那么两句。川普其实并没有把他本来是想进到白宫里面做正式的白宫的律师啊什么的团里头啊，因为白宫是有律师的这个队伍的啊，总统没有给他。可是呢，现在这样子弄起来，就发现呢，这个原来川普在选举的时候，他说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华盛顿的沼泽，这个是这些这个都是这个开后门呐、啊，走这个给黑钱呐、啊、什么这样子的，我要把它清除掉。结果呢，发现他本人就是。接受这个东西，那现在的话，像 AT&T 这是一个很这个大牌的公司，对不对？然后的话，那他现在就由这个公司的这个 CEO， 这个是等于最高的行政这个长行政这个最高的执行长啦、啊，公开的道歉说我们给这个钱呢，等于是给黑钱，当然在。60万在 AT&T 这种几千亿的这种公司里头，那简直是连个面包渣子都不算的啊！可是呢，你给这一种钱，你给出来就对你的公司的名誉啊，就是说你实际上是想要买通后门啊，而且是很
很见不得人的这种后门去拉找关系，找这种东西。那这个对 Trump 当然是很难看，对整个美国的政治啊也是一个很大的污点。对，就是说反正现在这个科恩来说的是他的这个法律的这个问题是一步一步的在升高这个穆勒这个检察官，他肯定会最后会出很大问题。在这个，对，而且里头就有那个跟俄国的寡头这个寡头的关系，这个现在我们现在没有听到最新细的东西。这个俄国这个寡头也付给他钱，叫他买这个买这个关系的时候，这个可能会更大的问题。另外一个我们就谈，另外一个就在科恩这个事情出了以后，而纽约的这个大法官叫 Attorney General 叫大法官吗？对，不是，是等于是政府的法务部部长。法务部长，对，也是他是一直以前的，他有名在什么地方呢？他曾经告过川普大学，说川普大学在诈骗。结果呢，这次呢，川普令人欣喜的是，他这个司法部部长叫 Eric Schneiderman， 他突然发现对这个，这是纽约州的司法部部长，司法部长对司法厅长吧，应该叫厅长就是这个呢，他呢就是跟这个过去科恩也有关系，科恩很早呢就知道这个人呢他曾经过虐待过妇女，是这样子吧？他这个法务部长对，这个法务部长是特别的左的人啊，他的在这个纽约州的这个司法厅长，他应该叫厅长，因为他这个是州这一级嘛。司法厅长的权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他这个起诉很多，因为你比如说很多的人都在纽约州，就是纽约市啊，都有公司啊，都有这些。他只要抓到你有什么东西，他可以调查你，他可以起诉你，他可以把你弄得，因为每一个州的法律啊，跟联邦法律的是独立的，他的权力很大很大的。但是所以呢，他也就当年呢，当时那个告了这个川普大学，说川普大学在诈骗，给川普造成的很难堪。特别在竞选的时候，所以川普对他极为恼怒。这次呢，突然发现他这个人本身这个司法就是总检察长吧，这样子。对啊，发现他突然也出现了问题。他在喝酒喝醉的时候是比较殴打这个他的四个，他这个他呢是一个专门高度的所谓的左派的这个意见，就是说维护妇女权益啊，什么就是说帮助这个弱势啊，帮助这个被欺凌的这个少数民族啊，这样子的一个以这个标榜的人，而且的话呢是非常的积极的追溯所有就是说右派啊什么这样的一个人。结果这个人呢发现他这个人呢，他是连续的有这个性虐待这个他的这些同居的这些女友了。这些女友呢都是著名的女权运动者。而他这个虐待呢是很恶劣的虐待啊，又掐又打又什么。然后他的解释呢就是说，哎呀，我们是这个私人的关系里头，我们是在做性的游戏啊，我们是在角色扮演这种不同的角色。那这个东西的话呢，这个你这个一方面高举女权，这个他去追那个 Weinstein 的也是。就是那个著名的那个整个这个 Me Too Movement 的这个起源呢，就是那个 Weinstein， 就是这个他的。可是呢，他呢，一方面是追溯他，一方面现在一看起来，原来他自己老兄了。而且看来这个我们上次谈到过，中西部也是那个密西西比那个州的州长。密苏里州，密苏里州的州长也是喜欢这种性虐待，在这个政治家中，这是一种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反正这 anyway 呢，这个人一暴露出来以后，他自己说他没犯错，可是实在是压力太大，他第二天就辞职了。而且呢，这个 这个纽约州州长，公开的讲说。他以他为耻啊，说他犯罪啊什么什么。这个因为 Cuomo 跟他是 Cuomo 请的啊，
所以的话呢，这个科莫现在当然也算也是左翼的了，这是在民主党里面，他也在竞选这个所谓的这个州纽约州州长，所以呢，这个他现在跟划清界限了，现在啊划清界限，然后这个Snyderman 这个倒下来啊，这个让这个所有的右派大大的开心，特别是川普总统，极为高兴。啊，今天那个我昨天看到一篇那个报道，就说的是川普总统的这个律师科恩呢，是在2013年都已经了解到他有这个做有这个毛病，了解到有这个毛病，当时他们把这个消息给裹下来，就说的是如果一旦这个 Snyderman 有什么过分的举止的，他们会把这个事情会暴露出去的。所以呢，现在这个暴露出去，对于这个右派来说，特别是也是一个比较这个欢欣鼓舞的事。我记得，所以我记得纽约州有一个这个也是有一个这个司法厅的厅长Alice Spitzer。对那个大的银行啊，非常的对对对对严格。后来结果呢，他也发现嫖妓，这也是一个对对对。他是在 Mayflower 的 Hotel 里面去嫖妓啊，那个也是闹得一塌糊涂啊。对，那个丑闻出现了以后呢，我记得我当时在一个大的银行工作，当时曾经跟他打交道的人，马上那天晚上就开始喝香槟酒。所以这个东西我可以。他是很凶的。对。这个 Spitzer 啊，他是他是那个一共控告那些大公司啊，都是几好几百亿的这个对，他们赔啊什么的。所以大家都很开心。我估计这次呢，这个川普至少在这个上面呢也会那个喘一口气。但是呢，他在北韩问题，在这个伊朗这个国际问题上面呢，这个从一点可以讲的，至少是临时的转移了视线。至于在北韩的这个发展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看拭目以待。我估计川普总统也是很紧张，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要是做得很好的话，那么至少的话会在他的国内的这个信誉会大涨。如果是做得不好被金胖子耍的话，那么他的国内的危机就不，他更大的问题还是中国的这个对，因为中国的这个贸易的问题是关系到美国国运。你说金胖子那个东西的话呢，毕竟还是一个这个是这金胖子毕竟还是没有发展出长城的可以直接攻击到美国的这个核武器，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可是你要是中国你能够把它这个真正的制服的话，那美国这个历史的霸权在延续个几十年，这甚至21世纪就是美国的这个霸权继续啊，那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只有英文一句话 ，Good luck。可是我觉得他的不可能那么好运啊。对，他这个人是从来就是不怕 bankrupt 的人，因为他以前在商业界他也是就是一下就破产。可是你国际上的美，他是不要信誉的人呢。他就是说我在和这个伊核这上头，我可以说别人签了字了，都是前面总统都签过字的。美国的这个信誉啊，在他的手上，事实上是扫地的，这个非常的这个面临这个大家都不敢相信。不，你总统签字的，你换了一个总统，就是说老子不干了。那这个怎么行呢？是不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他这个赌注到底能不能成功。那我们要下个星期再继续谈。他的下个星期我们看不出来。我的话，要至少到6月12号要跟他约。但是每个星期都像一个真人秀，每个都是跌宕起伏。那我们下个星期有新的话题可以谈。那 好，那就那个老孟，那祝你周末愉快，祝各位网友周末愉快。对，这个天气很好，大家都应该享受春天。好精神。春天来了，你精神也很好。好，很好，谢谢，好，谢谢，那就这样，好，再见， okay， 拜拜，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
西方观察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朱乐平。今天呢，我和我们另外一个评论人张寻呢，我们借着上一次大概几个星期以前的一个话题，我们继续讨论一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次我和富江秀女士呢，我们做了一个节目，就是关于这个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系列。当时呢，我们就想把它做成一个系列，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那么最近呢，又出了几个非常奇葩的事情。一个呢是这个中国那边呢在高调的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纪念马克思主义。当然今年呢也是正好呢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那么让我们在美国的呢，就是让我们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纽约时报》呢，居然也高调的登出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说呢，马克思生日快乐，你一直就是对的。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吃惊，这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借着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系列呢，我们就继续探讨一下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张寻，咱们把张寻叫上来。哎，乐平你好。哎，你好，张寻。观众好。那个《纽约时报》那篇文章，你也读了，对不对？对，我读了。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说一下我的观察哈，就是我的一些印象，然后呢你根据我的这些印象呢、哎、你分析一下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哈。就是你知道在美国嘛，咱们其实对共产主义还是比较警惕的，它绝对不是一个主流文化，对吧？那么马克思美国的天敌啊。对呀、啊，这是其实美国实际上是很反共的嘛。我们一直在冷战的时候，美国一直是在共产主义的对立面，是吧？是反共的这个大本营，这是我们靠美国反共。对，这是我们的印象，这也是一个真实的状况。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这种左翼非常极，这是在美国人眼里是极左极左的这么一种思想哈。当然因为美国的言论自由嘛，那它也存在，一直存在，但是是非常边缘化的一种言论和一种思维，大家也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那么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就是《纽约时报》呢是比较左倾的，一个媒体，可是好像以前这个《纽约时报》也并没有说这么高调的，居然就公开的支持共产主义，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是让人家第一觉得很吃惊，第二就觉得有点警惕，这么一个其实从美国主流观点来看来就是非常大逆不道的这么一种观点，居然就在《纽约时报》上这么高调的登出来了。你对这个现象先解读一下。哎呦，我说句实话，与其说解读不如说我猜测哈。啊哈，我也是跟你瞎猜。我跟你说这个也不是无根据的猜测。我认为《纽约时报》登这个事情，你看哈。时机差不多都在同时，就在5月初，对吧？五月初中共那不正好借着生日吗？对呀、啊。他生日，另外一个就是中共那边高调纪念，对吧？对呀、啊。另外还有一个呢，题目，你知道中共那边他做了几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儿，最重要一件事，中宣部有一个连续5集的电视片儿，你这题目是什么吗？纪念马克思，生日快乐。你这不行，国内的东西你不如我了解。对，叫什么叫马克思是对的，你能想象到吗？哇，那不是跟纽约这个标题一样的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对啊，那是谁抄谁的呀？现在这是，我觉得这个纽约，而且你看纽约说，与其说挺马克思，不如说挺华挺中国，因为这、你看这两年来基本上呢，首先从中共大外宣那边呢，他已经不满足以前闹过什么出口转内销倡导消息，也不满足那种假那个假外媒，像什么什么侨报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呢，他更重要，现在他多次已经让西方的主流媒体，比如说什么金融时报啊、纽约时报啊，就这些左派媒体来帮他发声。所以这次我认为绝对不是偶然，那个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被蓝金黄了？这个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就这意思吧。我这是我的一个，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猜测。
我当然人家没给我说，给我说，哎，这是发票，之后给给了多少钱啊？没说这个，但是呢，他凭什么是这样，对不对？这样的配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蹊跷，绝对不是巧合。嗯，那么你看哈，就是美国，当然就这个《纽约时报》一出来以后哈，那其他的大妖小妖哈，我们所说大妖小妖，比如说那个 Michael Moore 那个。就是一贯的那个极左、极左网红，那个挺胖的那个 Michael Moore， 那他就马上发了一个推特，他也马上那当然就应声就符合了，然后就说啊、那个他也发一推特也说呀，卡尔马克思啊，你生日快乐呀，我们都错了，你一直是对的，我们无产，你对我们无产阶级的这个支持和这个和原来说的都是对的啊，这个就是美国基本上左派的，我跟你说，他有两点错。嗯，第一点，他既然支持马克思，就应该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那么穷，就不应该吃那么胖，胖的跟猪似的。第二，你这么一说吧，你让我想起了，就是他那个推特哈发出去以后哈，但是他就下边，但是美国的网民们是比较不留情的哈，反正就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么就是在基本上就是他下边那条消息的。评论绝大多数哈都是好多都是以调侃的方式了，基本上就说 Michael， 那你先把你那个你先告诉一下你的资产是多少啊？要不然说你先把你的资产跟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啊？要不然说你怎么吃了这么胖啊？好说这话都是这样的话，没错。哎呦，真是就显然大多数美国人嘛还是不太买这个账的，就把它当个笑话而已。但是呢，就是说，但是这个《纽约时报》嘛，因为毕竟它虽然是左媒哈，就是说它，我觉得我当时还一直以为它毕竟还是在乎一下自己的名誉。跟你说吧，自从川普总统当选总统以来，这些左媒基本就彻底不要脸了，什么下作活都能干得出来。你像把彻底把底裤给脱了。哎，对。他只是说什么，比如说他拍一个古巴纪录片啊，说什么古巴免费医疗，古巴怎么好，他也没敢说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呀。对呀，现在对呀，那时候还基本上对呀，还至少照顾一下美国人民大众的情绪。对呀，这是什么尊重一下美国人民的感情。对呀，现在就彻底底裤一脱，不在乎了。那你。就是哎，你说现在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是因为当然了，就是川普，我觉得是川普上台对这个对他们确实打击非常大。那川普基本上就把他们命名为人民的公敌了，这个是我完全同意的。他们现在，而且他们就是说当时还在那儿，就是说觉得很委屈。那现在基本上干脆也就是这态度了。你既然说我公敌，我就与人民对抗到底了，那个感觉是不是？我就干脆当公敌好了，我就是共产主义。实际上。他啊，你看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今天谈马克思主义、谈共产主义啊，你不要忘，就跟以前你要谈这个，对不对？像你们北大，我前两天我这个把你们北大骂了一遍哈，就当时你说你谈李大钊也好，陈独秀也好，陈公博也好，谭平山也好，你谈北大这些人，你离不开共产国际，对不对？对。再一说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对不对？北上抗日，后来咱就知道他北上抗日，他说了一半话。他没说他要干什么，保卫苏联，保卫苏联，对不对？但是所以说你现在要讲的时候，纽约时报干嘛出这种招人骂的这种彻底自己不要脸的东西？你要看到大洋彼岸，是绝对是现在目前就是说，客观上讲吧，我个人认为哈，客观上讲说，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功。那么也让很多人呢，就对这个自由世界失去了信念。这个不是第一次了，对不对？当年那个时候，美国大萧条，28年大萧条以后，就是32、33年的时候。接下来，美国就是我这边认识一个朋友啊，他跟我说，他的爸爸兄弟七个人徒步从南方的奥克拉荷马步行到底特律找工作。都已经惨的那种，对，确实当时美国确实非常的惨，这是真的。那个时候呢，苏联怎么？苏联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就后来二大战主要造坦克那个，说半年建成，其中美国的工程师过去帮他们6000人，所以说当时那个而且经济增长率当时年达到30%，哇，所以呢，那不得了啊！
你对你现在看什么中国现在世界第二就吹鸦片战争之前1820年中国的大清王朝就世界第一呢，而且当时占全世界是 GDP 33%，比现在美国的多，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没什么可吹的。但是你又说这种集权它能够快速上来，那这种东西对美国信念打击，我其实客观的，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次不过是一个反复而已。嗯，你看哈，今年在国内，我就跟你唠叨唠国内，就这段时间干了这么什么事儿哈。刚才我说了，他发了5集的电视片，对吧？说马斯是对的。另外呢，你们北大校庆，对吧？嗯，对。估计你可能不愿意提。我没关系，你随便说。我对，然后呢？哎呀，其实对，算了，完了。但是我校长念错字儿。我不说那个，那，咱们说的是比校长念错字儿更有文化的那什么，到你们北大去纪念那个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对不对？啊，对。共产党宣言发布60周年，是吧？嗯嗯。那么这个。这是干的，这是他的事儿。另外，你知道那个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好玩的事情啊，就是，也是中宣部安排的，作为国家的一个赠礼，是有一个将近6米高的一个马克思的雕像，嗯，送给马克思的故乡这个德国的特里尔，啊，这个事情啊，哎呦，我想，特别搞笑在哪儿呢？哈，第一说。你说那个特里尔的地儿啊，他当时就是说只有现在1/10这么大，1.2万人，就马克思出生的时候，一个就是说谁都认识谁，谁都跟谁打招呼那么一地儿，那个地小镇，小镇，而且人呢就属于那种小镇的人，你知道吧？嗯，明白啊。哎，不像就根本与马克思这种胸怀是就不是胸怀祖国，胸怀欧洲世界，胸怀宇宙，对对，胸怀世界，放眼宇宙，这么一个人，嗯，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没什么关系。另外呢，就是什么呢？这个马克思很早就离开那儿了。他后来，咱不是说马，就是说中国信的是个共产主义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在德国的犹太人在英国写出来的东西，写出来的思想，就是他很早离开的，而且马克思离开德国是在英国那边写的。还有一个说马克思本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没有，当时是没有祖国，没有祖国那个概念。对，就是你送铜像，你别送的特别。本来我还是想说你应该送到耶路撒冷呀。可是也不对，为什么马克思但是乌克兰人也不要他。后来我想最好是应该送哪儿？应该送地狱去，你知道吧？因为他把直接送给马克思了，对不对？但是我就是说，而且当你想想。所以他故乡对，而且现在德国人包括他的故乡把马克思视为耻辱，而且德国人对呀、啊，我觉得德国人并不以马克思为荣啊，谁？但是我说白了，德国人根本不认为马克思是他们同乡，是他们自己的人，对呀、啊，没有把他当成自己人，德国人只是第一个德国犹太人，对不对？对对。但是你看奇葩，你说《纽约时报》奇葩吧？我再跟你说，因为俄国是怎么？德国是基督教文明啊，当时他是基督教文明，对不对？而且呢，对呀、啊。他是排斥这种无神论的，对，北部是新教，对不对？而且呢，嗯、对呀、啊，一零年就是1517年，就是整个的震惊世界的这种宗教改革，开启了现代运动，就是从德国开始，德国嘛，对呀、啊，德国开始的。但是呢，你知道更奇葩的是什么呢？就比《纽约时报》之外还奇葩的，就是说特里尔市议会经过讨论，以42票对这个12票。居然通过是42票还是46票，我忘记了。不，别 ，don't quote me 啊。那么就说通过了接受这个塑像。铜像。他接受，你知道理由是什么吗？什么呀？理由是赚钱，肯定是。对，他说我这个塑像我放过来，因为没有德国人要看，要看什么中国游客来，因为中国游客现在去络绎不绝啊。你知道我想起来。网上你说前段时间流行一个漫画，我这个漫画就是我想没好意思上面写的这样，马克思跟恩斯坦对话，这个马克思说这个老马，你写的这书靠谱吗？嗯，马克思说没关系，总有傻逼相信的。就是说后来我一想啊，我说真的是这个德国的市长啊，估计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哎，我们反正拿过来，反正我们也不在乎，我们的人也不在乎，对对对，就是说
就是你说假如说你到你这边来一帮游客就跟你这么说了，说你给他上一盘牛排我不付你钱不干，你给他上盘狗屎他说好你给我上狗屎我就付你钱，你谁不给他上狗屎啊，那我他妈到时候接狗屎过来买回来狗屎给他上，对不对，我一般先带着他所以说所以我就奇葩的事情这是。还有一个奇葩的呢你知道吗，嗯，就是咱们这么说哈，这个德国特里尔议会他接受这个雕像的理由是个纯粹经济的理由，也就是赚钱的买卖，是什么，是资本主义理由，而资本主义恰恰是马克思反对的。哇，对呀、啊。所以说你说就是说这很多讽刺的东西。很对，非常的荒谬。对对对对，是。对，那么上次呢我呢其实我跟江秀讲的时候呢，当然他有他的观点哈，他提出了这个文化马克思，他好像基本上从一种有一种阴谋论这种角度来讲的，但我也不是说完全同意哈，但是呢有一点呢他提到就是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呢从这个1930几年的时候呢就是他的中心实际上转到了美国，这个法兰克福学派呢他跑到了美国这边，从哥伦比亚大学又继续的在这儿生根发芽，那这个呢我认为呢也是对的，所以实际上是这个世界这个好像这个共产主义中心呢其实不在欧洲，而是在美国，当然又是这美国也是很奇怪一地方，就是因为他有他的自由嘛，所以呢他对。所以呢他就是说虽然是反共的阵营，但是呢共产主义在这儿继续生存。那么我们呢现在呢就是说他又把这个东西呢又搬回来哈。他在这儿已经等于说在这儿也不是说潜伏了，他在这儿实际上就是在这儿占据了很长时间。这么多年以来呢实际上一直呢好像没有形成。我认为就是说在美国至少没有形成特别大的成不了气候。但是呢现在呢我感到有点不安呢，就是说有一种危险的信号，就是说他是不是他认为他的气候到了，还是因为呢就是说因为川普的上台呢我们在这个强化就是反共的这种意识呢他在进行一种背水一战的这种这是出于这种原因呢。我觉得都有，我这么讲哈，你想想，有一点乐平你说的特别对，而且呢江秀讲的啊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纯粹按数量研究热烈程度啊，这种学术在学术界里边马和这个知识分子这个所谓精英层这些的就是知识精英这个层里，美国绝对现在是撒旦大本营，是马克思主义大本营。就所谓当然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就是法兰克福学派这个马克思主义啊，他注意马克思主义有狭义有广义，广义就是咱们小时候听说叫马列主义，他包括列宁主义在里面，对，那列宁主义他主要是要进行夺权，要进行所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这种社会主义实践啊，这里边有主要列宁主义成分，但是纯从马克思过来的已经够毒的，我待会儿可以给你解读这个。这点那么他过来就是说在这边形成的气候，在以前呢美国人就是说是这样的，美国因为他是通过首先他五月花号过来，他有基督教的这个新教传统，然后又通过大觉醒200年的大觉醒呢让美国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这种信仰根基非常夯实，所以你怎么搞我不理你没事儿，因为民到当然到现在主流也是这样，我民间呢非常的就是说基督教的根基非常深，可是他对民间是对共产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是这是讳莫如深，这是大逆不道，这绝对是大逆不道，这个肯定的。可是乐平，这个就是在过去这几十年之间，这帮马克思信奉马克思左派知识分子他有一个持就是就坚持不懈的努力是什么呢，他就改造美国的大学，让美国的学校我们做过这个节目彻底的左倾，这样的话呢他通过这个学校不断的生产出来的学生，年轻学生，这个年轻人当然随着他年龄增长啊和他的这个什么就是和他的这个在这个社会的实践中呢很多人变得就又醒了，但是呢他不断的生产这种左派的思想和左派的学生，所以造成了在美国社会呢就这个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同情甚至支持呢会比以前呢可能要
要严重的多。那么川普上来以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并不一定说是一定说是因为我们这个他突然严重了，而是说我们确实注意到了，注意到以后呢，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这个事情是个好事儿，但是呢，这个也确实说明在美国现在非常严重。对，那么咱们干脆呢，就是彻底的分析一下这个马克思主义，因为《纽约时报》这个基本的观点呢，我就可以，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愤青文青这种大学教授嘛，躲在韩国那个大学教授写的这么一个文章哈，实际上也并不是说非常成熟或者是有真知灼见的一篇文章。那《纽约时报》当然借题发挥就把它登出来了。那么这个咱们分析一下马克思主义呢，就是说他的意见当然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情绪。那么就是说呢，你看现在哈，尤其是贫富分化这么严重哈，经济在很长时间，美国呢现在出现的是这样子，就说美国现在这年轻一代是第一代，就是说后代可能是在经济上赶不上前一代的这么这一代，所以呢就是千禧年这一代，因为实际上最富裕的那一代是50后基本上，对吧？那么现在他们的孩子呢，现在大家已经基本上判断定了，就是说这些人的孩子呢，就是说在财富上边可能是追赶不上他们的父母了，所以呢就是很有一种当然大家比较泄气，对吧？对，当然这是有一种情绪在里边。那么他借用这种情绪呢，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马克思实际上呢你说的是对的，只是呢就是说世界把你给理解错了，而且我们用错了。这就是他的说法。当然这个好像呢，有的人居然把马克思自己说的话也搬出来，就是说马克思好像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我种的是龙种，结出来是跳蚤哈。那么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马克思是个龙种，就是我们大家没搞对。那么我们如果是这一次我们再搞一遍哈，把它搞对了。那马克思主义还是好的，所以呢他是这种观点。那么张旭，你说一下，就马克思这种东西它是本身就是邪恶的呢，还是说是我们世界把它理解错了，它是本身是良善的？乐平，你这点问的非常关键，就是什么呢，其实不只是在美国，在中国也大部分人这么讲啊，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好的，愿望是好的，我们没有执行好。但是你会发现还有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比如我了解，像我儿子也是大学生嘛，对不对？那么他们年轻人也好，左派也好，这些同情支持马克思主义呢，他无非就是说指出现在社会的不公平。那不公平的话，谁能解决这问题？谁最不公平批判最严重了？就是马克思主义。他根本就不了解。对，但是就是说这些人呢，从来他们难道就是说无视，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就是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名下所做的这些一切行为，有没有结出任何意义中良善的果实？对，你这么说是对的，可是人家不是说了吗，说这是执行的问题，是列宁搞坏的。那就是说所有的人只要就是说都没执行对，我们不管怎么照抄，其实我认为当初很多人哈抛头颅洒热血，实际上是坚决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呀。对，信仰是一种信仰啊，没错。对呀、对呀，那他怎么就能搞错了呢？对，我所以这个事情，那他搞不对，咱们别人就能搞对吗？我就想跟你掰扯一下这事儿啊。为什么哈？马克思主义啊，这个东西其实呢，你想咱们小时候都是支离破碎学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开始去学上政治课，后来呢到大学的时候讲政治经济学也上这个课。那么甚至当时看国内的一些哲学书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让我搞得像白马非马似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不是哲学啊？后来呢你等着到了这边以后，那么我再慢慢的思想一下。就你把马克思捋一捋，就发现其实马克思主义啊，它整个是一套完整的体系，非常严密的。就你不可能说马克思只言片语说，哎呀，我种了龙种，收了跳蚤，他一句话就你就可以把他对他的看法改变了，不是的。他的我先给咱们就是说，因为刚才我说了，美国在这个西方这种自由民主宪政制度下呢，有些人信奉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
东方那种专制体制下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呢我们往根上捯饬一下。你我先给先我觉得很少现在有人在批马克思主义什么的，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到底是什么讲一讲。咱们也没这个时间，我给大家非常详细的去讲，对吧？那个但是呢我至少呢我可以呢给大家就是大致的讲讲说马克思主义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吧？啊，马克思主义你要看中国官方。中国官方呢它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一般现在说法都是什么呢，三个，第一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第三个是什么呢，科学社会主义。啊，它讲这个。啊，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要纽约时报它所代表的西方左派或者说是就是法兰克福派，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代表一种价值观，对吧？但是呢就是说你源头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是什么。首先你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哈，我们一个一个看。可以按照他那个中国官方，中国官方他有专门做马列主义研究的。他马列主义我觉得他的概括还是对的。就第一他哲学主要是什么东西，哲学他主要他有个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嗯对，就是唯物主义嘛。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更多的是它的政治经济学。我先跟你说哲学上它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它主要两点。第一点是辩证法，第二点是唯物主义，对吧，叫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辩证法？辩证法就咱们讲的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那就是说这种辩证法它实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要否定绝对是真理的存在。对，它否定绝对价值。对，那么这样的话实际它是否定圣经的。圣经讲这世界有绝对真理，有绝对善绝对的恶，对吧，有绝对真理。对。绝对的启示，他否定这个，实际他也否定了西方的另外一个基石，就是那个希腊文明，希腊哲学，他的思想什么？亚里士不是亚里士，那个柏拉图就讲过，那个有理想国嘛，就是他有真理，他绝对性。那西方的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说他的什么这个这种社会学家，他就是说之所以能够开创出这么多理论，包括比如说音乐啊，你能够有这样十二音律，都是认为他认定了这个世界有他绝对真理在里。嗯哼，你如果没有绝对真理，谁还去开发去，对不对？对。所以说，这点它本身的辩证法，它就实际是反西方传统的。另外一个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呢更是说反直接针对圣经的，对不对？对，嗯，对，直接针对神的，因为它的这个唯物主义就是说，这个世界都是物质的，它没有否认精神作用，对不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这意思，对不对？那么还有马列主义的，我只能简单的讲讲啊，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吧？它主要就历史唯物主义，它主要两个，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那另外它的就所谓或者我们叫进步主义历史观啊，那么这个进步主义历史观就咱们经常说的人类社会从原始制度到制度到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到共产主义制度。那他呢就是说认为这种历史观呢，他这种历史观，你知道他认为，其实我们知道历史上说之所以今天走到今天的现代文明，还没走到社会主义，这之前的从这种人不断的开化不断进步到现在，都是唯一的基督教文明带进来，其他教你其他的信仰也好，其他文明过了多少年也没根本就不仅没有进入现代文明，离现代文明远的去呢，对不对？对，你像这个中华民族，对不对？中华民族文明2000年以前周易算经，就是勾三股四玄武这种特殊规律就知道了，对吧？这个三角形，对吧？一个边三，一个边四，斜边就是，但是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它一直没出来。所以说呢，只有基督教文明带出来，这是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但是马克思主义说不是，人类发展。无论哪个社会，无论哪个文化，无论你说什么语言什么肤色，只要你给予足够的时间，你都能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这是他所谓的进步主义，就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是自然的。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就否定你的价值观，你的基督教这种价值观的意义了，就是你信什么都行，这是左派虚无主义的根基，是吧？那另外一个政治经济学呢，他讲的他的就是说推动力是什么。他你知道咱们小学学生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做这个生产力产关和社会就是生产关系的个人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人拥有， 对不起啊，和他生和这个生产这个结果的一个社会化之间的一个矛盾。他是一个生产
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矛盾，这种矛盾集中反映在这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所以说呢非功利是阶级斗争。那么所以他在这个他认为呢，就是说第一，这个世界驱动呢是物质的，第二，历史它是自然进步的，第三呢，这种推动力是由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以呢他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呢，他讲经济学讲的就是一种政治斗争，是吧？就是他这就是他的，所以他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你发达程度到什么程度了，那么你的文明程度到什么程度，物质发达到什么程度，其实是胡说八道，对不对？你看中国现在，咱们中国讲说你现在穷的就剩钱了，只有钱了，就说什么呢？你的文明程度根本没有到呢，而且不仅没有到，中国你看呢，你要说二战以后，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日本经济腾飞了，文明上去了，民主宪政早就实行了。台湾、韩国都已经民主宪政了，对不对？但是中国呢，现在实际上呢是社会文明是越来越回倒退，根本没有你给他足够时间，有物质文明上去了，经济文明就能上去。所以说他根本是马克思主义的胡说八道，对吧？对。所以说，那至于科学社会主义，咱就不用说，更是扯淡的事儿。那你说，他就刚才我说了，对吧？刚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你再看他实践，就刚才乐平你说的，他实践说什么？如果你看你一种理论，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实验中去，它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完全的成功，对不对？那取得了达到了目的，取得了效益，怎么推而广之，把这个确定为真理，对吧？嗯哼。那或者你部分成功，部分成功，对吧？但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它是彻底的失败嘛，而且它的结果是非常悲惨的，结果那就是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呀，这个是惨绝人寰的一种结果，实际上是。对对，那有些人说什么呢？说哎，你看北欧不算彻底成功吧？其实根本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对呢，对你，哎呦，你说太对了，那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只是说呢，马克思主义他的解决的方式说你的贫富不均。哎，北欧他也去试图解决贫富不均，但是他采取是阶级斗争吗？他不是啊，他采取的还是他还是因为有了基督教文明，他才有现在的这个社会。他尽管你说太对了，他尽管他没现在已经很多人不信基督教了，但他的价值观还残留着，比如没错，哎呀，对不对？等等哈，所以呢，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他的后果非常惨烈。他没有一个成功的，而且呢不仅不成功，而且都是惨绝人寰。二十世纪除了辗转啊这个纳粹造成的世纪的灾难，其他的人文灾难几乎都是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没错，你说的是对的。对啊，而且你看他一直采用强迫手段。如果你既然你说你理论自信，对吧，是中国四个自信，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迫别人信，对不对？对、那你说你既然说你现在自信，你为什么一定要武力保持政权，对不对？是啊，马克思主义现在搞的事情就两个，第一是管住思想，第二是没收财产，全是武力。为什么？对不对？一般他没法，对，他实践没法，对，他不靠武力，他没法执行啊。对呀、我可以呢，再多讲几句哈，多讲几句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厉害的，也是他马克思主义最原装，不是别人写的，是他自己两本书，对吧？第一《资本论》，第二是什么？共产党宣言吗？对，你就看这两本书，我跟你说他写的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这样的话就在那瞎在那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本质好，你这两本书我给你看你就知道它是什么货色啊。那么首先一个就是咱们看看资本论哈、资本论它是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也就是它的很多歪理学说都是从那里面出来的。它首先它带有强烈的阶级性啊，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不同阶层的矛盾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所以他说清的是法国巴黎公社大革命式的嘛，对不对？所以他斗争，那么说严重点，那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嘛，就是彻底的红色政权苏俄那样啊。对，那么所以说呢，你看啊，他的最基本矛盾，他认为社会的最基本矛盾是有阶级性，亲不亲阶级分治，咱们说的那什么意思？比如说，哎，这个地主家里有钱，但是他是个善人。你按照平常以前的传统的价值观什么，他应该得到尊重，对吧？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他应该被枪毙。这就是当时共产党为什么居然能够杀掉150万地主，不仅心安理得呀，心安理得，光荣的，而且是越杀越光荣。平时好好的一个家庭，费了半天劲，工作了劳了一辈子攒点家产，家破人亡，妻子被轮奸，孩子被打骂。
被侮辱，自己就是被枪毙，对不对？这些东西它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哪里？就是它的资本论的阶级性啊。那另外呢，它资本论研究方法怎么研究的？它里面它实际它大量批判的亚当·斯密，他批判大卫·李嘉图，这经典的就实际上他彻底的否定了，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市场经济，咱们现在就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从中受益的这种传统的市场经典就 classical 这种 market economy 啊，这种学说 economic 是。另外呢，他的这个理论基础，他的论辩的基础是什么？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没有绝对价值。对，没有绝对价值。那么，对，我给你总结一下哈，刚才你就是说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就是说它基本上它的这些理论基础，实际上你说有没有什么特别原创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无神论，它实际上对就是对基督教一个挑战嘛，就是说你是有原创。对，这个实际上根本这个不是什么原创嘛，那无神论以前有过呀，对不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它辩证法呢，就是说一个消灭绝对价值，消灭绝对价值这个东西也不是原创，我觉得。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就是说他让人与人之间斗争，把这个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推动力，但是这种东西听起来就是非常邪恶的嘛，你让人家斗才能产生能量，对不对？而不是说它显然就不是一个非常和平和良善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初衷就不是很良善。虽然，但是呢，他呢又把这个结果包装的非常的好。哎，你说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你刚才说就是我想说的，你说他不是原创是对的。但是它包装让你感觉是原创。我跟你讲资本论哈，它哪个点它让你感觉是原创的？咱们中国顶多就是比如说咱们讲的这个到了被压迫的非常受不了了，我们起来反抗，对不对？然后皇后将相宁有种乎，对不对？对。但是马克思主义他想的非常系统，他讲什么呢？他说资本主义最大的恶是剥削，就是剥削剩余价值。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这种情况就是说这就为什么你有财富就有原罪。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什么呢？就是说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矛盾，刚才我说过必然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这说了什么意思？他就是说消灭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消灭私有是合乎道德的。所以说呢，他比如没收你财产，那就给对啊，没收财产就成了就合法合理还符合道德。对，但这你看他现在做的这件事，所以共产主义做的事情是以前专制者没有做过的，就在这里。他就把它变成合法化，不仅合法化还道德化。理论上，哎，他理论上就是完全给你不仅合法，而且理论上绝对的正义。我再给你看。他等于就是说，把一个非常邪恶的东西包装成一个好的、良善的东西，然后兜售给大家。对，我给你看《共产党宣言》，他怎么说的啊？《共产党宣言》呢，他进一步，他是什么？他把这个资本主义啊。就他把资本论的东西啊，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人类社会全部的历史啊，就是斗争史，阶级斗争史。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共产党的使命，他提出使命。你知道资本论，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不对？他提出我要哪些东西需要改造的，哪些东西需要变的。共产党宣言，他直接提出使命来，使命要消灭私有制。你仔细想想，20世纪死掉了上亿人，杀了这么多人。啊，让这么多国家变得贫困化，闹得民不聊生。对，什么消灭私有制，就这一句啊。那么他是什么？而且他的步骤怎么说？他这么说，共产党宣言的步骤怎么消灭私有制？他说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是他说第一句话。另外他说是，一步一步的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产，听见了吧？对呀、真的，当然在。中国这种落后社会，要推一切有产者的资产，包括地主，对不对？对，那把土豪分田地就自然而然了嘛。对，然后你看哈，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及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的增加生产力总量。你看哈，你中国的土改进行，土改完怎么办？农民刚刚有地，接下来就合作社，对不对？人民公社。
都给你剥夺，实际完全你说公说。所以你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中国实行的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龙种变成跳蚤。对，你看毛泽东当时有一句话，你记不记得说过，叫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听说过吧？所以他，嗯哼，对对呀，对呀、啊啊，完全他是我们真的是正经八百的照抄的，全叫共产主义啊！你别以为什么。很多人就说是毛泽东那是什么封建君王，那是中国式的什么？是毛泽东自己可说过，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第一是马克思的，而且他做的是完。你、啊、马克思还有一句话我要说，《共产党宣言》啊，我再给你讲，他说什么呢？说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目的才能达到。嗯这是原话，那这听起来这不是恐怖主义吗？对嘛？所以你现在很多人不看《共产党宣言》，不看《资本主义》《资本论》，他就根本对马克思主义根本不了解，就说马克思主义本质是好的。实际上现在，尤其我觉得就是美国的白族，尤其是这样子，而且他们实际上没有受到过这种共产主义的侵害，所以他还是就是一种傻白甜的这种，还有一种心态。白左他为什么是这样哈、啊？嗯，他实际上你看哈，川普就我们讲过是左派，比如说你看你川普这种右派，我们大家右派保守派呢很简单，我有明确什么，就说 what we stand for， 对不对？我们是支持什么，赞成什么，比如说小有限政府啊，基督教信仰，我的保守主义价值观等等，我们会有这种个人权利哈，什么就是保守派，我有明确说我们要赞成什么。但是呢，左派你看民主党齐不齐派啊？穆斯林对吧？坚决反对同性恋，见同样的事嘛，把你杀死，拿石头给你砸死，对不对？很多现在穆斯林家的法律能够必须，你要发现你是同性恋，我拿石头砸死，对对啊。但是呢，他居然民主党左派还有同性恋，对不对？嗯啊，他们俩居然在一起，对不对？那么有这个可能是最没文化那些从那个洪都拉斯来的。所谓那个要拿希腊的话叫 deplorable 的这些那个这些非法移民，居然还有那个这个大学里边最高知识水平最高的犹太的教授们，所以你看左派他为什么有这大杂烩？他们不知道自己反对 what they stand for totally different things， 他们根本就不是说为了支持什么，但是他们有一点明确反对，反对什么？反对基反对基督啊，反对。美国反对美国传统价值，反对美国，对，基督教价值观，对不对？他实际上呢来讲，所以说我说左派他为什么拿起共产主义来？他根本不懂共产主义，但他懂得他要反对什么？他反对就是基督教传统价值观，他反对基督教什么东西？他认为是最好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按你的说法呢，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毁灭的理论，他只是毁灭，他没有任何建设。是这样啊，他无法建设。他是世界的，他说他打碎一个，毛泽东说我们要打碎一个旧社会世界，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是什么什么德行，对不对？但是就是旧社会旧世界他的确给打烂了。对。是，那么我给你再分享一下，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我的观察哈，就是咱们把这个话呢，你既然刚才对中国哈做了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这个传播，你分析的头头是道，那么呢，就是我干脆就把这话题引到中国人这个上面来，因为毕竟呢现在哈这个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算是大，基本上。对、啊、人数众最多的一个地方，实际上是唯一的一个地方，基本上，那么我的看法呢，就是说，现在中国人呢，我在说就说知识分子这里边哈，尤其是一些就是大家认为比较有良知的这些知识分子哈，当然也是对这个对共产主义深受共产主义。之害的这些人，当然，比如说一些民运人士啊，或者是支持民主宪政的这些人哈，我们就哪怕就说这些人，那么这些人里边呢，其实呢，他们在反共产主义的时候呢，好像还似乎仍然用着一种，实际上是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没错。对这个呢，就是非常奇，当然我不是说奇怪一种现象，我也可以理解，因为它没有其他的价值，
来支撑它，你知道吧？所以呢，他们已经把所有东西以前的价值都没有了。那么他从小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套，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他信的是一种无神论。那么他在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呢，他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批这个马克思主义，或者批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对，结果呢？但是呢，他到时候他如果说你，那你到底主张什么的时候呢？他其实主张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思维，这是思维的一个怪圈。但是呢，这个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就观察到了。这个咱们还是说的是中国的，等于说中国的右派，中国的这种民运人士、反共的人士，那就不用说中国的那些左派啊、毛左呀、五毛啊什么，这个就一干五啊，这就更不用说了哈。那他们就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思维。而且这个，当然有些人呢，就是说的啊，这个不是因为这是不是马克思的错，有的人呢把它怪罪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有些人呢把它归罪于呢说这个整个东方的价值观等等哈，就是说归罪于其他的东西，而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思维。你对这个分析一下，好的，就说马克思主义和东方这个思维的这个结合。你别说啊，他们说的真有道理。就这个事情其实是我挺早就观察出来，而且我确实我自己是通过独立思考说来，我没有看任何书。就是说马克思这个书里面你也查不到太多东西。马克思主义就是有一个现象啊，乐平你看啊。马克思主义现在就是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德国出生的犹太人在英国发明的理论居然在东方中国、北韩、越南，对不对，在东方这个国家植根最长盛不衰。就是到现在至今为止还不仅这香火旺盛，对不对？还居然输弄一雕像输回到出口转内销，回到这儿。你看，对对，你看，在实际上它的发源地和它当时就是搞得最火热的地方，德国呀，那个苏联呀，这些地方，其实苏联现在已经放弃共产主义了。那么东欧那一切都很反共的，实际上就是说他很容易的就把这共产主义这些东西就把马克思彻底抛弃。本来实际上就是一个异端邪说，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正本清源以后哈，这个东西好像就很容易被清除。但是呢，在东方不容易，在东方怎么就这个长盛不衰呀。他常说为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东方文化。这个你讲，你讲一讲。我为什么讲？我先把结论先放在这儿，我先跟你说简单，就是世界，这个世界人类社会只有两种文明，一种是西方的，就是以个人自由和信仰上帝，注意啊，个人自由信仰上帝两个最根本的。个人自由信仰，而且是俩相互关联的，没错，这是彼此必须彼此互相依存的，必须彼此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你比如穆斯林他信仰上帝，但他没有个人自由啊。为什么？我待会马上讲到这个哈。那么就是说这是为代表的西方右派文化。其实就是基督教文明嘛，就是基督教文明。但是基督教文明往往有的时候啊，大家忽略，只以为他是100%的这个犹太教过来的，不完全是。不是。为什么哈，你从圣经上我们在研究神学的时候啊，就是说圣经讲它的旧约最后一本书叫马拉基书。马拉基书从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写完这个书，旧约就后犹太人历史就不写了。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就是公元，就耶稣开始传教公元33年左右，对吧，公元三十年他传教三年。那么这中间有我们叫从神学上叫做400年的静默期。这400年静默期是在干什么？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它是在正好在全世界轴心时代末期，就是公元前60世纪啊。那个时候就是从他的那个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就希腊文明辉煌时期，出成果的时期。而且再加上什么呢？公元前300年就是那马其顿国王，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啊 ，Alexander the Great， 他开始呢扩大，把希腊变成泛希腊文明，把希腊文明在地中海、整个东岸、中东地区，甚至包括一直到东南亚，就到了那个西南亚，都全部推广的时期。
所以说呢，你这个东西，他上帝做这个事情，他不是无意的。等下来耶稣来了以后，你看哈，耶稣他们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么他们采取的一种就是说解读天堂什么这种方式，他很多结合了希腊的哲学。那么他同时呢，就是说这个当时那个保罗传教也跟斯多葛学派在辩论，所以说什么呢？实际上你看，恰恰是希腊文明呢，他给西方带来了个人自由啊，而呢价值观和他的信仰是由希伯来文明这个犹太教来的。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说基督教当代的基督教，它是基于犹太教。它是利用这个希腊文明作为工具，所以缺一不可。那么，所以这是，但是呢，我们这个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而不是中国人理解的那个左派近代的那个近代两百年马克思主义以来的那个他们认为那个才是西方文明，这就是这个是完全两码事儿。对，西方文明呢，实际上它就是说，我如果我们把西方文明基督教价值观为基础的看成是右派的话。那么实际上左派和右派关系啊，咱们以为哈，比如我们有一根棍儿，对吧？左边在左派，右派在右边，不是的。Right 英文中既是右又是正确的意思。正确，对。Right 是，比如我们看成实际上左派右派关系是一个靶子，靶心就是上帝的教导和上帝的启示，就是右派。对。而他那实际上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你看这么说对不对哈？其实就比如说一个树哈，那么西方文明呢，这个根和这个整个的这个枝干哈，实际上呢都是这个两西文明，它的根是从是在那儿哈。那么实际上就是马克思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它可能是从旁枝上面，比如说生歪了的那么一个东西。它是一个而且不结果的一个东西，是结歪果的一个东西。那么其他正经的花和果呢，是从这个根和这个枝干和它正常的这一部分生长出来的。对，马斯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你知道树干上面长的那个 fungus。真的，我觉得它差不多，我觉得是对，是对那种真菌类的，咱们可能叫中国人喜欢木耳。对，你叫帮人讲 fungus， 他们很讨厌，对吧？脚气他们也 fungus， 对不对？对，那就是什么？真的是这样。他为什么哈？就是说，所以我跟你讲，他只要骗马克思，你看西方的白左门，我们可以从他启蒙，就是从伏尔泰开始，对吧？什么罗兰，你就看就马克思，就这帮人，他们都是跟现在的美国的白左一样，他反对西方文明，反对西方价值观。那么最后他怎么？他以为自己找到一条新的路，其实都找到东方的专制主义那儿去了。啊哈，就是说，我跟你说嘛，他靶心是右派，他靶心是基督教价值观，他只要往靶心外远离，他想无论他往哪个方向拱啊，他只要远离靶心，他都是左派。你看啊，我这话说的，我真的不是给你胡说。比如我给你举个几个例子哈，你看马克思几个核心理论和东方几个契合哈。你看，首先一个唯物主义，对吧？唯物主义，那么你看，西方的核心基督价值观，那么耶稣说什么？说人活着不仅要靠面包，还要靠神的话语，这是耶稣的话。对，那么那就是精神在先，物质在后嘛。对，但是管仲说什么？对吧？叫什么？仓廪实之礼仪，衣食足之荣辱。这不是我们改革开放理论基础吗？对不对？啊，跟马克思唯物主义是不是一模一样？是，基本上是。我们再看辩证法，辩证法中国缺嘛，对吧？从那个禅宗，对不对？对、就是说一个人去，看这个到庙里去拜佛，结果那个庙的和尚对他冷淡，去接待那个对旁边一个有钱人非常热情，最后那人不高兴了，跟那和尚说：“你凭什么对他冷淡？对我冷淡？”对他热情，那和尚说什么？说冷淡就是热情，热情就是冷淡。啊，然后呢？哎，这是他。结果那个家伙站起来，照那和尚脸上啪的一巴掌。和尚说：“你怎么打我？打就是打，不打就是不打，不打就是打。”这就是禅宗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其实呢，就是说，你要是说，你看啊，禅宗它是这个辩证法这样的。其实呢，你像什么中国以前古代的什么祸兮福所倚啊，福兮祸所伏啊，什么一反呢、都是辩证法，对不对？所以辩证法中国是一点不缺。再一个阶级斗争，中国从开始就讲劫富济贫，对吧？不对对对，对不对？农民起义嘛，
这个不都是根据财富来定我们的阶级矛盾吗？社会矛盾吗？对，就对，一模一样，对不对？而且最基本，中国改朝换代，你看啊，英国，比如说你无论什么是什么兰开斯特什么家族啊，这个红白玫瑰，它都是从哪儿？从威廉那个，就是那个1099年吧，就是当时那个威廉就是从诺曼底威廉过来征服那个就是那个在那个征服英格兰，当时呢就是他那从都是从他那来的，他这等于1000多年，到现在快就甚至都现在对1000多年的情况，他没有变过。而那个日本天皇呢，这个叫万世一系，对不对？也没变过。中国为什么改革朝换代，每次都是暴力革命，跟他一模一样，对吧？再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讲进步历史观，什么奴隶制啊，封建制啊，过来中国人讲，一问中国人说明天更美好，永远是这样的。中国是典型这个进步历史观，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就讲马克思主义同样集体主义，对不对？中国呢就是集体，所以说呢。那个中国有一个就是大学教授叫什么？山东大学就有个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有个叫王学典，一个教授，《学史》的杂志主编，他讲了四点马克思主义和儒家一致之处。第一点什么呢？说是马克思主义讲共产主义，儒家讲大同世界一回事。没错。第二点，马克思主义讲道义经济，就是痛恨资本主义的利益啊，说资本主义每汗毛都藏着。对。肮脏的，对啊哈。那这个儒家讲反，他是明确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对中儒一直就是反对商业文化嘛。对，反对商业，对吧？商业这个，对吧？对。然后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讲什么？讲人格的感召力，对不对？这个讲这个伟人，对吧？讲这个个人专制。那么儒家讲什么？讲这个追求圣人境界，对吧？做君子。对。再有个辩证法，所以说呢，他讲的完全都一致的。所以说，这就回过头来，我们说什么呢？就为什么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人感觉容易啊，那就是因为他跟他的思维正好是相符合的，他已经早就熟悉了。另外一个就非你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只要你不是基督教文化，大家都是一家人，到哪去都一样。啊哈！所以你看那个，我就讲啊，你看你们北大这个，不好意思，又说到你们。说呀。对啊，你们北大那就那帮那个五四反对那个就是反。就打倒孔家店，对不对？对，反对那个儒家的那些知识分子们，以为自己找的其实找的还是一种儒家的变种，所以他人都变不了。是哈，就是我有时候一想，当时就是咱们回到当时就是二战的时候哈，四几年的时候，就是或者在那以前，其实当时比如说清末和民国的时候哈，我们好现在很多人的观点呢，就是认为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当时世界大转变的时候嘛哈，西方文明第一次接触到东方文明，那么。对东方文明的冲击哈和其实就是当时中国所遇到的这个一个契，其实也是一个契机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在转变的过程中，那么我当然我有时候看这些历史上的东西哈，也觉得有时候挺奇怪的哈。那么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嘛，实际上从智商上边哈，那绝对不比别人差，对吧？一点儿不比日本人差，不比任何人差。特别是北大的知识分子。对，聪明的不得了，对吧？那么，而且非常自负，而且当时就是有一阵子在那个清末和民国初的时候啊，你从整个世界的这状况来看的话呢，那么西方文明代表这种先进的文明呢，你它其实它在向各处扩张哈，它进入非洲、南美或者是亚洲哈。那么你中国说实在这个地方哈，跟其他好多地方比起来，还真不是很差的。说实在，你说是不是吧？啊嘛，因为你确实，哎呦，当然你说太对了，你跟非洲比，你走万吨轮，对呀，亚洲的第一个民主社会，真正的民主权，对呀，你说实在的，你跟日本比也不差的，就是说从中国人的这个人口素质和当时文化基础上来讲，都是很不差的。说实在的哈，就说大家其实就是你当时学习比日本是差。对呀，就是，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他当时有很大的机会，当现在我们就好像好多人就感觉到，真是我们错失良机哈那感觉。但是呢，你从当时想想哈，
为什么就是其实机会都摆在所有人面前嘛，而且其实这个机会给中国人的并不比给别人的要少，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更多。比如说当时这个西方的这些基督徒来在中国办学校啊，中国大学嘛，北大就最开始燕京大学就是这个基督教基督徒办的嘛，对不对？所以基督文明是首先进入的中国，也同样进入中国了。那么为什么？但是中国人呢，尤其是最聪明的这群知识分子呢，在两个东西都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哈，问你们校友去。对呀、啊，结果他就把最好的这些东西拒之门外呀，坚决不要啊，是不是？而且就把这个最坏的，等于说把这个细菌、把这个树上这个花、这个最好的果，他都不要，对吧？坚决不要，而且是要踩上一万只脚，让他千年不万年不得翻身，对不对？那么然后呢，他把这树上的这个菌，这个毒菌。他全盘接受是吧？而且这个也不是他本国的东西嘛，但是他全盘的接受过来。对，对呀、啊。对，非常奇怪的一种现象，让人觉得，当然大家觉得这是哈、错失良机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他有他深厚的根源，不是偶然的。是的，这个必然性啊，是两方面造成的。嗯，一方面呢是中国知识分子他的传统的思想。救国救民，而他的世界观最基层价值观，虽然他反对儒家思想，但他基层价值观还是儒家的，所以他遇到一种变了种的，而且特别来自他感觉这个就是说这个船坚炮利的西方的这样一种价值、马克思主义，他觉得我找到宝、同时呢，把他认为就是从与他的儒家思想直接矛盾的基督教价值观怎么办？他开展飞机运动，彻底给他打分在，这是中国。另外你不要忽视了西方白左的作用，这倒也是。很多时候我跟你说，很多时候我讲的、我说你们北大知识分子怎么样哈，当然北大为代表知识分子、很多人说了，哎呀，那时候全世界就是这样，这话说的没错，全世界都是 对，当时左派势力非常强的，这也是真的。哎呦，咱们不讲五四那段，咱们不讲了，就从民国抗战到后来国共内战、这段时间，实际是中国怎么到了共产党手里。美国当然是有，我跟你说，我本人啊，你看我看的1945，他美国他写的书哈，然后呢，你就看他会那些民国的那些当时的历史，看我跟你讲哈，艾德加斯诺 Edgar Snow 对不对？对，西行漫记对不对？对 ，Red Over China 啊，这个作者在里边充斥了对中共的美化，对国民政府。蒋介石的妖魔化，而且他把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是整个全世界啊认为这个国民政府就是恶棍，蒋介石就是恶棍，真正的符合人性的，真正呼唤美国那将来以后最能实现美国民主自由的是在延安的这个中共。所以当时的纽约时报可能就起的是这个作用。纽约时报当时就起这个作用，你说的一点没错，而且你知道当时那个就是最有名的哈佛的，就是北大哈佛，这就两个国家最高学府了，对不对？就是那个John King Fairbanks， 就是那个怎么费正清，对吧？费正清啊哈，费正清崇拜的偶像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也是这个当时他叫什么？他叫 The Father of China Studies， 或者说这个The Leading China Hand， 就是说他是属于这个中权威级人物，中国研究之父，他是中国。之头子，当时无论是 FBI、CIA 那些局长们，还是说在中国当时在来中国执行使命的史迪威啊总参谋长，还有什么希尔都是他学生，所以说呢，这个当时他整个你看啊，祸害了中国整个国共内战。当时他首先一个，而且当时苏雷登也不起好作用。他们苏雷登呢，他作为中国通，其实他对中国的事情非常天真，他每次中共说什么话他都相信，所以说呢，蒋介石一想揭穿他们，就蒋介石根本不相信这个中共的，那你撒了历史上撒了多少次谎了，对吧？他根本，但只要他不相信，美国这边压他说你要跟他和谈，结果给，你想一边苏联全力支持中共，把整个亚洲第一的这个经济第一的东北满洲国全部给中共，另一方面呢，美国这边给蒋介石断供，说你不和谈，我就不给你武器，所以最后。而且整个他的整个舆论上，宋美龄 Madame Song 当时得到美国支持是什么时候？
是在抗日期间，抗战的时候，抗战期间，等到国共战争时候，西行漫记这个书让美国大量的经济援助，咱们现在都不知道给了中共，给了延安。所以说呢，到最后我跟你讲，这个白左对中国的沦陷有了直接的责任。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以后，所以他白左这个中国的陷落，实际是他直接导致了麦卡锡主义出来。而且不仅是你想想到最后下午后边的韩战，他把麦克阿瑟给撤职，不让去打。所以今天的金三胖朝核问题不就那时候留下的吗？他要不然能有这问题吗？ 对不对？完接下来越战又是左派在那闹，对不对？向中国反饥饿反内战，天天在那闹什么？咱们最有名，咱们说那 blowing in the wind， 我们那时候上的那个 answer my 什么？对 ，Bob Dylan， blowing in the Bob Dylan， 对不对 ？Right。想想当时我们把它当成美国文化的代表，实际上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印度支那，对吧？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杀死了多少人？这个灾有多少人民的灾难？所以惨绝人寰，可以说。嗯哼。今天啊，他们又出来了，又出来，又开始这个犯上作乱。一看中国强大，马上说马克思主义你是对的，对不对？啊。你想想，所以说这种祸国殃民呢、啊，我真的跟你说，这罄竹难书。所以我为什么说防火防盗防左派，这个左派真的是东西方都一样。那好，张协，我觉得我们今天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真是分析了一个透。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系列呢，确实非常有意义。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麦卡锡主义，当时是确实是怎么回事？我们以后，咱们先做个小广告，以后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小专题，比如说麦卡锡主义，还有呢就是当时的白左行为，我们可以单独讲，我们可以单独再讲，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这个主题再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等于说一个大批判，我觉得你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啊、那今天咱们已经时间已经到了，咱们跟观众说再见好吧？好了，那就这样，好，谢谢乐平啊，哎，谢谢你哈，嗯，再见。好，咱们也谢谢这个明镜电视的导播，也辛苦了，辛苦，谢谢。好，再见。